看着我，我就直接真的按照 OK 好。我们一直有一些困扰，就是大家不晓得嘉伟的粉丝团到底该怎么找，嘉伟到底是哪两个字，所以我们找了一个你用念的就可以的方法。来，第一个，你在你的 Pad 上面找到 Google Search。那我今天晚上五，那是三吧。然后它的语音搜寻功能，直接问也可以。哦，有清楚吗？好，语音搜寻按下去。OK， 请说话啊，不好意思，按的时候就不可以说，就要赶快念嘉伟的啊，先取消，再次。你平常是都在哪个地方出入？叉叉。好 NGO， 再一次，嘉伟，不要两个人念啦，哎呦，再一次。没有，来，因为我断。嘉伟电子，然后我在用电脑，我要听音乐。那错了，很逊掉了，跟东亚伟电子。他拍片又我太吵了，来再一次。你们要去外面拍啊？嘉伟电子搬到公馆去，就台大对面，应该对你还好吧？我也不去。哎，好，有了嘉伟电子，然后第一个就会出现 Facebook 的连结，好，点一下。哎，那个地方很大，声音很像。OK， 这就会是嘉伟电子的粉丝团了。好，记得赶快先第一个按赞哦，了解了吗？OK， 好，拍到这边为止。没登录啊？对啊，你是不要走。